到呢一条啦，咁咧佢话佢有个长方形啦，佢嘅长同宽就系24同埋13加 R 啦。咁如果个第一根炉咧系17减 3R 嘅话，咁搵 R 系几多？好啦，一个长方形，佢咧直角嚟嘅，咁第一根炉咧，如果系17减 3R，佢个宽系13加 R，佢个长系24，咁其实我哋可以用 perfect 嚟做嘅，OK？咁所以我列翻条式啦，13加 R 嘅二次加24嘅二次等于翻17减 3R 嘅二次，OK？咁跟住 expand 佢咯，expand 佢咯，好啦，13二次169啦，加26个 R 加 R 二次，再加576，就会等于289减102个 R。再加九 R square，啊，将所有嘢搬晒同一边咯，变咗做8R square 减128个 R，再减456，等于零。咁咧，将所有嘢抌落去个 formula 一啦，咁咧你会揿到个答案咧，就系 R 等于负三啦，或者 R 等于19。咁咧呢度前面有个八，我写翻个八喺度。咁咧，所以咧。R 咧就会等于负三啦，或者 R 等于19。好啦，如果 R 等于19嘅话咧，你会见到呢个数咧会变咗做负数喎，17减3啊会变咗做负数喎。咁所以呢个咧我哋要 reject 咗。OK，咁所以咧我哋最后个答案咧，R 咧就系负三啦。